接下来最扛冻的就是军大衣了。对，像在剧组的话，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，都会冬天，对，一般都会发这个看门什么的。对对，因为我小时候是在那个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那个大院里长大的。哦，那真棒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呢，从小学到初中、高中，大家都比较流行穿这个，这是必备的一个，就绝对神器了，对对，绝对神器了。没错，而且我们部队里面这个是最保暖的，部队里头那个比这个要稍微好看一点。对，这个有什么区别吗？军大衣服都一样吗？这个它分军官的和士兵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一般这个就是劳保店，里面还有那种就是军绿的那种绒衣绒裤，哎，还有那种翻毛大头皮鞋。哎呦喂，那个鞋好暖和了，全套的。那个鞋穿在脚上发烫发烧的那种。而且正宗的军大衣里面还有一层可以翻下来保护膝盖的。我们之前站岗的时候都是这么保护的。对对对，非常实用，而且也挺好看的。你们小时候呢？我们小时候一般就是那个越野赛啊，每年一年有就是就是微型的马拉松啊。哦，然后呢，大家就是平时下课以后经常会跑圈儿。哦，对，一个是防寒，二一个呢就是课间锻炼。对，跑起来就热，到时候比赛的时候不至于抓瞎。啊，韩哥，我特别想问一句，我在说他是那个烤火炉的时候，刚刚那个老师一直在跟我点头。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我选加湿器吗？就是我说加湿器的啊，一样的。好。接下来最后一题啊，请问谁最有可能用过这个保温暖？你们看，看我就一直要从那个材质看，杨贵妃吗？再不相信，我觉得是第一可能性大。我觉得是慈禧宝贝多，感觉。北方的咋的？给个答案。不是我们二 C 吧？他们在听我们分析，没有啊？五 C 妲己啊，完全妲己有可能。纣王太远了，纣王在那个时候是什么礼物都送，你说对不对？帝啊，慈禧，跟他们一样的，跟他们一样的。帝，别介，你们争一回，因为你们已经输一题了，只会万一。对，不是你争你。帝，啊，对了，那要不然就是这样。等一下，他的表现奇怪，要不就索性玩大点。我很奇怪，你是干嘛的呀？你我们 B 他们 D，B 打平嘛，对不对？王鑫，你们 A、B、C 他们 D， 对不对？要就玩大一点。这么厉害？对，要就玩大一点。这么厉害？好 ，A、B、C 这边 D， 最终的正确答案是。A B C， 这还是玩的大，他们选三个答案。